大家好，我是 Kelvina 朱小姐，现在同大家介绍葵涌打砖坪街的和风工业中心。这个单位属于一个地厂，由两个单位打通而成，合共有12681尺。单位可以入车，有3上400A 大电，欢迎不同的行业查询。单位有少量装修，这边是属于写字楼。有两部的天花冷气，这里有个来去水，可以做茶水间。男女洗手间各一架，另一边的装修就不多，只有灯盘和一些风扇。后面都仲有个写字楼位嘅，呢度有一部嘅天花冷气。呢边亦都有两部嘅天花冷气。这个后门可以出到去大厦的大堂。大家如果对以上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联络我 Kelvina 朱小姐。